连桥，决明子，百草枯。UP 主里面，我是中文最好的，没有之一。我是中文十级。喂，这是什么？这道题我没见过。难道这是2018年中文十级考试吗？我准备好了。扁担宽，板凳长，扁担想放在板凳上。伦敦玛丽拉瑞，不是中文，什么语言？在乎你的我，只在乎我在乎的你，是否像在乎你的我在乎我在乎的你一样，在乎你的我，在乎你的我，只在乎我在乎的你，在乎你的我，在乎你在乎我的是你。我如果有两个否，就是一个是，是吧？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个在乎，那就是说这个人不在乎这个人，差点挂了。翻译过来就是我在乎你，你在乎我吗？这个人没看懂。第二题，人要是行，干一行行一行，干一行行一行一行行，这个问题只有中文有双冠词，就是一个词有两个发音。然后两个意思，但是这个问题不会为难我们。人要是行，干一行行不行 ？No， 人要是行，干一行，行一行 ，Yes， 一行行行行行，一行行行行行 ，No， 一行行行行，一行行行行行，要是不行。干一行不行一行，不行一行 ，yes， 一行不行，行行不行 ，woo， 会为难我，真的不会。第三题，汉语十级听力题，十是诗，是诗是是诗，是十诗是诗是十十是是诗诗是十十是诗是诗诗诗是诗诗诗过。That was the easiest question so far. You can't use the poem twice. I've seen it before. I'll see it again. I'm already past. This is the poem. This is my level. This is the poem level. This is my level. I'm way past it, man. 中国汉字博大精深，汉语没过十级的人怕是看不懂。今天我出去了。There's two laws in the sentence. Why did they do that? 今天我出去聊了一件事情。聊了吗？聊。聊了，真聊聊，真聊聊。Why is it two laws? That's the question. 但是因为我的中文已经过了十级，我能看出来这是写错字。OK， 应该是聊天的聊，中文十级。最后一个问题和第六个问题，因为66666666入选2016年，哇，2016年大哥，现在已经2018年了。入选2016年外国人十级汉语考试题，文中涉及到几个人物都有谁？宝宝的经纪人睡了宝宝的宝宝。OK， 这个问题我已经知道，因为我知道宝宝是谁，是那个演员。OK， 我知道这个事情，我知道这个热点，我。看新闻，我看微博。I'm a 先进外国人。I know 宝宝经纪人睡了宝宝的宝宝，宝宝不知道宝宝的宝宝是不是宝宝亲生的宝宝。宝宝现在担心的是宝宝的宝宝不是宝宝的宝宝。如果宝宝的宝宝真的不是宝宝的宝宝，那就吓死宝宝了。宝宝的宝宝为什么要这样对待宝宝？宝宝很难过。如果宝宝和宝宝的宝宝因为宝宝的宝宝打起来了，你们到底支持宝宝还是宝宝的宝宝？因为宝宝是一个人的名字，还有其他的意思，就是宝宝是一个小孩婴儿，还有是宝贝，就是宝贝儿。过关，不不不不不不不，谢谢大家，谢谢。Where's my medal? Where's my medal? 中文十级汉语考试过关，英国得冠军。If you think your Chinese is better than my Chinese. Probably is. 除非你是外国人，但是不行。Alright, 今天视频就拍到这了，蛮好玩的， it's quite fun actually. Yeah, 爱你们，下次。
再见，拜拜。